看看博远给我们远哥特别准备的这一个黑料是、是什么？好，我就盲抽了啊！啊，还盲抽的是吧？就你了！哇，我抽到的是带壳榴莲，但这个要怎么吃呢？有这个吃法吗？这是不切直接咬。我的狠话就是带壳榴莲，想吃自己打。既然抽到的是带壳榴莲，麻烦下一位老师用牙咬咬看带壳能不能吃。好啦，谢谢远弟，接下来是交给远哥的时间。